多一个人记住他，也不错。 米诺，刚才去哪儿了？哎，夜叉兄弟，你又迷糊了吧？说过多少回了，我叫博阳，是跟你一起在苍岩战斗的术士。博阳，博阳，你是博阳，那我是谁？嗨，我倒是想以名字称呼你啊。 否则，咱俩说好了一起留在这里，却连名字都叫不上，多可惜啊！留在这里，不行，你得出去。夜叉兄弟，别说傻话了，我们不是做好准备，永远留在这地下了吗？你可别后悔啊！那个封印不能破开。封印？啊，对。 我是来这里战斗的夜叉。兄弟，兄弟，没事吧？瞧我伤成这样，怕是活不了多久了。只剩咱俩了，你可别死啊！今天呢，我在这地下看到了家里人。 你说，我是不是也疯了？博阳，你想回家吗？都决定了，要让荣昭留在地上的，我当然想回家呀。我应该也有家人吧？兄弟姐妹。 总有的吧，兄弟姐妹。是啊，我是谁？家人又在哪儿呢？我会，兄弟，你怎么了？挺住啊！这里就剩我们了，你千万别先死。金鹏，是你吗？ 什么金鹏，你这记性！我这么狼狈，可不好意思接你们。兄弟，兄弟，你看，那边有人。这些人是我的。 我想起来了，你们是这些兄弟姐妹，是来接我的。博阳，你清醒了，至少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大哥，蝮蛇大哥。喂，蝮蛇。 蝮蛇，我叫蝮蛇，意为浮生一刹，万般皆蛇。